看看上楼梯。他的病就伤啊。就是啊，那么久了。就没用啊。那么久了，那太给的高呢。那没空，我也没办法。他们我们在美国花多少钱，花多少医生给他看呢、啊？看不好啊。你自己打点针，还有多一些卡。找你哥哥给拿拿就好了啊。哥，你听到没有？嗯。啊。阿刚的讲的话，你听到没？听懂了，听懂二分之一就不错了，听懂一半就差不多就还好了。我听懂一半。阿公讲什么啊？他说哥哥应该。哎，对，哥哥帮你弄，你两个医生，对呀、啊。阿公拿，阿姐拿份来。好。吃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谢谢。鸭肉。鸭肉，这给谁？啊，鸭肉啊。小姐，全部给你吃。哦呦，什么时候买的？昨天。昨天煮的鸭肉啊。Congratulations. Congratulations.